宿敬老和尚。共宿敬老和尚。教师节。教师节。祭中秋节快乐。祭中秋节快乐。我们谨遵老和尚教诲。我们谨遵老和尚教诲。落实三个根。落实三个根。老实念佛。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求生净土。阿祝老和尚教师节及中秋吉祥如意，叩请老师常住世，启迪本善为节欲，一门生弘无量寿，化解灾难法界灵，正法传承生传心，传统文化再花开，信念念佛虔诚佛，佛门丛林张六合，阿弥陀佛。引领我们走。
这一年来，同仁们也沉潜下来，
努力的在经教上下功夫，大家都越来越沉定，更感受到圣贤智慧的可贵，尤其是明伦园的亲长们的回馈，当初愿意相信学生，是因为看到更新年院社区学校孩子每天3个小时在这里学习，都可以这么样的有礼貌，家长、老师、社区民众，这可以呈现出爱和谐一家亲的容像，所以他们相信孩子们、亲长们、老师们可以共同的学习，效果也非常的好。因为亲长们信，老师们信，所以孩子可以看得到明显的进步。真的相信我们圣贤佛菩萨教诲，好人是教出来的，我们也期望把这样的成果献给师父上人，也期望师父上人为我们众生好好保重，我们需要您，我需要您带领我们，指引我们。更勋连院执行长陈瑞珠老师担任明伦园家属学校班导师，现有10个家庭入住学习。陈老师遵循古德教之道，贵与专的方法，亲师生们在半年多来的学习大有长进，感恩师父慈悲护念与训勉。我们会努力学习传统文化，成为弘法立身的大贤才。尊敬的师公上人，阿弥陀佛，感恩师公上人的慈悲爱护，我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师恩深重，难于报答，新逢教师节，不行在此仅代表澳洲净宗学院四众弟子及各宗教嘉宾们敬祝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常住世间，勤转妙法轮，悟行不才，你们施恩委以重任，尤其现今世界纷乱，恐有乾坤粉碎之巨难现前，宗教团结，恢复圣贤教育，
成为救世第一良方。悟行虽不敏，愿与净宗学院四众弟子们共同努力，从建设图恩巴成为和谐示范城开始。愿上人垂念，常常教导我等，能为世界安定和平，复兴圣贤教育，列尽绵薄心力。祝愿上人教师节快乐。上人法喜安康，常住世间，勤转妙法门，教师节快乐。 Happy Teacher's Day, Venerable Master Jing Kong。打造成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这就消失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Venerable Master, for the 迷雾不想通啊，觉悟了可是啊，他会想到社会大众敏感啊，我就提出了，我是冲突这个因 communicated there。Control over the media, because the question is, better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it's, this is actually two, these are two examples, but also religion stories to do. I think we're congenitally prone to communicating to students what the world the media in Australia, and strangely enough, 他也很友善。他很喜欢跟我讲，但是我能够理解的啊，互动交流的这个理念，能够在联合国来做。Worst and the most violent state in India at Saint Ignatius College, the Buddhist and Hindus into Hinduism. If the Toowoomba is the model city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we need you here as a leader, so we would like to wish you very good health to come back to Toowoomba as soon as possible.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me, I'm expressing thanks to Master Jing Kong for his talen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ey are working a very complex problem.尊敬的师父上人，我们永远感恩您。世人道德沦丧可悯，坚持传统教育信心，汤匙示范，举世闻名，承传文化，万世太平。感恩您弘扬中华文化，解决社会问题，传续祖宗智慧，利益后代人民。尊敬的师父上人，我们永远感恩您。讲经说法54年，为法忘躯，勇往直前，佛陀教育复兴绵延，真实榜样常驻世间。感恩您宣扬如来正法，犹如苦海明灯，照亮出离之路，拯救苦难友情。尊敬的师父上人，我们永远感恩您。末法修行困难重重，弘扬大经敬忠兴隆，把握圣缘万劫难逢，广度众生弥陀家风。感恩您弘扬净土大经，提倡一门深入，劝发大菩提心，念佛往生成佛。尊敬的师父上人，我们永远感恩您。团结宗教教育重新，多元文化榜样成型，图文八成和谐示范，消灾免难，世界和平。感恩您团结多元宗教，提倡宗教教育，化解国际冲突，拯救世界危机。
尊敬的师父上人，我们永远感恩您。祝愿师父上人法体安康，光寿无量，请师父上人放心，我们一定老实听话，真干真信切愿，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用真实成就来回报您的教诲深恩。Thank you.
70年代，英国汉恩比博士说过，如果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As such, the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sight that can be drawn from Han studies is simply enormous. In particular, Han studies can provide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on human conduct with a focus on virtuousness and respect amongst mankind.Which to my mind is greatly needed in this day and age.
修，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落实四个根，以弘扬佛法为己任，老实真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承传法脉，祈请师父上人早日业落归根，正法久住世间。阿弥陀佛。将身儿乃至在大家来头，尊一身国宝的兵荒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得头，二不是待人的把人偷，杨林与我来争斗，因此上发配你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平厚，舍不得衙役们重担头，实难受街坊子里与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拔了头，娘生儿连心肉，儿行千里目不担忧，儿叫娘身难口受，娘叫儿来泪双流，眼见的红儿里坠落在地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劝千岁杀子就去九州长南坡九楼杀了逃兵活活
我愁，这一般胡想哪个有，还有举国用计阴谋，你杀刘备，我杀我军，他弟兄闻之是纷纷罢休，若是新兵来奋斗，曹操夺八玉里收，我扭转回身走太后将计就万计接乱城、天下三尺鹅毛雪，山野荒郊观行人，看柴去寒心中暖，饮雪露漱更提神，这书中明理妙趣不尽，讲文理论道德字字出千金，手捧诗书往前走，不知不觉走过
无人为说，六道辗转，轮回苦多。弟子规，感应天，实善业，扎根教育，必不可少。幸得师父上人广开缘界，护持心劳。世界宗教同根一体，大容缘，和睦族群，永无渊源。诸恶莫作，化解灾难，众善奉行，自保平安。孝养父母，尊师重道，代代传。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苦心示现五十余载，弘传妙法，历经艰辛，一个目标，坚定信愿。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宣扬善本，导归极乐，救度众生，演说真谛，一念弥陀，求生西方。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为我们点燃慧灯，照破六道昏暗，为我们指明方向，开醒长劫噩梦。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为我们述说横超三界之境路，为我们会遇速达联邦之大道。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为我们苦海领航，带领着我们出离轮回。感恩敬爱的师父上人，为我们长夜引路，同归弥陀。
恭祝我们最最敬爱的上净下空老和尚净宗弟子的清教师教师节快乐。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故曰师父，当师即父。一声师父是多么的亲切，多么的敬爱，用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轻轻的，或大声的，或长长的，呼喊一声，我们最最敬爱的上净下空老和尚，我们的亲教师师父，我爱您，阿弥陀佛。师父啊，您为正法久住，怜悯众生，教化众生，不舍不弃，不辞辛苦地讲经教学54年，今值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真诚地恭祝您老人家教师节快乐，弟子向您老深深一顶礼。为引导弟子们走向菩提，回归自信，回归西方，您老人家辛苦了。弟子向您老深深再顶礼。感恩您老人家对弟子们苦口婆心的教导，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弟子向您老深深三顶礼。一声师父，菩提道上有了主心骨，有了庇护伞，有了指路明灯。可就在顶礼的刹那间，错综复杂、百感交集的心情油然而生，感恩、激动、惭愧、酸楚。一声师父，喊得轻松，喊得容易，可反思自己，自问配当您老的弟子吗？在学习、生活、工作中，按师父您老的教导去修行了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己看破了多少，放下了多少，难以度量，惭愧啊，
惭愧。师父啊，千言万语道不尽弟子们对您老人家的感恩之情，再华丽的感恩词，再好听的话语，再多样的形式，都不如老实、听话、真干。一心住在一句阿弥陀佛佛号上，决定往生安乐国，这是您老人家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唯有这样才是对您老人家真正的尊重和孝敬。弘法利生的路啊，它并不平坦，像山间的小路，曲曲弯弯，布满荆棘，坎坎坷坷，障难重重。而您一个个的跨越，一个个的突破，您在这条路上走的是那样的艰辛，那样的不易，非是常人之所能为。为此，弟子们用心地道一声：师父，您真的是辛苦了。师父，您真的是辛苦了。可您的心是那样的平静，那样的慈悲，那样的和蔼，那样的宽容，总是逆来顺受，以德报怨，永远生活在感恩之中。您为弟子们做出了好的表率，好的榜样，弟子们心里清楚明白，您不疲不厌地反反复复地讲演着一切世间难信之法，劝导着一切有缘众生，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句佛号，回归极乐，永离生死苦海。这是何等的用心，何等的情操，何等的慈悲。在这灾难频频的年代，您为化解灾难，为求和平，为救世界，为救人类，为救群生，您的身影，您的足迹，您的教化，遍布世界，充满法界。您用圆满的智慧，善巧的方法，将中国的传统教育推向世界教育的最高峰，将世出世法圆融一体，推行着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真是用心良苦啊！
您的行持不仅仅令弟子们敬佩，世界各大宗教领袖们敬佩，同时也不得不令联合国大多数国家的官员们以及世界有关科学家们敬佩。师父啊，弟子的心与您的心永远不分离，求师父常住世间，广度诸有情。求师父常住世间，广度诸有情。求师父常住世间，广度诸有情。再次恭祝师父上人教师节快乐，法体安康，六时吉祥。弟子们给师父上人顶礼三拜。拜，起，拜，起，拜。起拜起